直播间，直播间，干啥呢？陪我摆长城呗。我不会，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？谁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？你玩不玩？不玩我找师傅去了啊！你看，师傅来了。什么师傅来了？找俩以上，我这都几点了？跑啥打麻将来了？在这里玩呢。抓牌。抓牌。从哪儿说？冲我这说。 让你抓牌，啥你也不是，一天天来出牌来，摆高高。来出牌，出牌来，起吧。你瞅啥呀？出牌呀，到你了。过。我跟你打扑克呢，还过不过的？那玩意不要你得抓个牌，过啥呀？过呀。要不行。抓牌不要抓牌，知道不？ 今天啥也不是跟你了，这回到你了，九啊，是不是比你大？哎我的妈，我跟你玩斗地主呢，打麻将啥比不比我大呀？好嘴，鞠躬，三条，哎呀，好大，好大，三条，干啥呢？同桌，嗯。 炸！哦，哎呦我天！不，我发现我跟你们打麻将呢，跟我在家斗地主呢，还炸呀？啥玩意儿上来就炸呀？跟你玩真别气，不玩了，你俩玩。师傅被猴子气跑了，我去找狐狸精姐姐玩。哎呀，我太难了。 太阳灯笼照，花杆对我笑，小鸟说走走走，你为什么背上大腰包？啦啦啦！老师好像要交学生费吧？卷子10块，学生买36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还写纸条了，一共46，我凑满要50，还剩4块。 我得买那条。干啥呀，爹呀？你小子吃多少人呢？给爹那份带出来呀！爹，我这要46，那4块钱我不要了。4块钱，你这么的，管你妈要100，我来50，剩下4块给你，行？你这样好吗？遭殃的是我呀！太好吗？你瞅你妈都啥样了，这兜都比脸干净。兜都破了。这么的，再管你妈要200得了。我得100，完了你给你54。 行，就给50，等你以后长大了你就得了更多了，快走吧，走走。妈，咋的了？哎，这一起回来的啊？妈，交学费。这多少钱呢？考试卷10块，学奶36，爸还有啥？啊，还有学杂费啥的，一共200。对。 不是他交多少钱学费，你咋知道呢？啊，那啥，那个老师刚才给我打个电话，完了他跟我说的。哎呀妈，这头两天刚交完又要钱，这上个学怎么天天要钱呢？你们，呸！别介，爸，给你，那儿子，给他钱啥意思？啊，那啥，那个儿子刚才跟我说了。 说那个明天早晨让我送他上学，完让我先帮他保管100。啊，行，大哥都整丢了。行了，就吃饭吧。那啥，那个媳妇，我还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还啥事儿啊？老师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不光有这200，还有啥？还有就儿子补课费，补课费也得交了。哎妈，补课费好像头两天刚交完呢，多少钱呢？5000。5000？啥玩意儿？啊不。 啊，不是，那这给个惊喜，500。哎妈，你这是惊喜吗？这是惊喜啊！500。哎，不是补课费，怎么要这么勤呢？那咱这啥，咱不交了，咱不补了，儿子，你不补了，走，咱就不，孩子学习这事儿你不能耽误，你缺啥先帮学孩子补课费呀？1、2、3、4、5，来，500。老头，这100块钱给你当零花钱。 哎呀妈呀，太好了！行吧，太好了，你走走，进屋吃饭吧。一瞅你见大片都贼开心。太好了，走，吃饭吧，走。
走走走。哎，儿子啊，这一次虽然套路成功了，但以后不能这样了啊！你把你那钱给我们拿出来，爹给你保管。以后的话，咱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。好，走走走。哎，走过路过的老少爷们们啊，往这瞅，往这看来，单手挑战卧底大奥，赢了给500块钱。哎，杜老亮那小子，对，我有炒错，就是你，来来来来，过来来。不是你刚遇我呀？啊，对呀，过来就你一人。你看我这板上写的没？单手握鸡蛋，挑战成功，奖励500元。嘿，整一会儿呀？你的意思是我用单手把鸡蛋捏碎，我奖励我500元呢？哎，那你太聪明了！啊，我就一瞅啊，你肯定能行啊！就这大体格子，黑又亮的，往这一坐，准能成功。玩一把，这500块钱给你了。行，那我就开始了。不，有参与费的，大兄弟。参与费呀？啊，就100块钱一回，你给我100吧，赢了我给你500，多划算呢，是吧？那行。一瞅你这小体格啊，这小胳膊长得黑又亮的，就肯定能有劲。那啥，我给你个200元。啊。我挑了两次。行，你真的大兄弟，你要给我200，两次你都成功，我给你1000。行。啊。嗯。你敞亮人儿，哎呀妈呀。那我开始了。开始吧。哎，兄弟，你这两次机会一次性都用完了，左手就算一次，右手算一次，你真的，你这么敞亮，姐也敞亮点，行吗？姐再赠送你一次机会。真的啊？那啥，那是我家，我不先回家一趟，我等会儿我再过来。行，哎呀妈，姐不是差事人，我跟你说。那行，我先走了。啊。你家那么咋的？你家得怕你，回他家就能捏碎呀。小样。骗，回来了，兄弟。啊，回来了。啊，整吧。那我现在就开始了啊。整吧。你看我叫做什么叫有力量的男？哎呀呀呀呀！这刚才没整碎，现在还能整碎咋的？真能催吗？看着啊。啊。看见了吗？咋碎的？哪能告诉你？是碎乎了吧？不是，你回趟家回来就捏碎了？那必须的，我不厉害，你看看呢。你拿钱吧，1000块钱。行行，给我也行吗？那能行？你都捡好了。行啊，今天你哈，姐看你是敞亮人啊，就也算姐倒霉，行不？姐1000块钱姐给你。行。那啥，我照顾哥过来，完了再捏一下子，看好行不行？你先回去找我去，去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！哎呀妈，还找你哥呢，赔死了！我可走了。啊，快去！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新型文字游戏，找出20个字，奖励8000元了啊！哎，过来玩会儿啊！新型游戏，奖励8000块钱。你遛啥狗啊你啊？成天遛狗，哎呦我天！来来来，过来来。小老弟儿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找出20个字，奖励8000元。啊，就是黑板上这个图写出来的20个字呗。对。啊，行，那玩一把呗。啊，你给我参与费呀？啥参与费呀？我的新型文字游戏，你得不得给参与费吗？啊，还得有参与费呀？那你看呢？那参与费多少啊？100块钱。100？啊！你抢钱呢？我咋要抢钱了？我都说这不是新型游戏吗？我咋要抢钱呢？你打个折呗。打不了。那就100。就100，对。哎，行行行，太小气了。你看呢？不就100块钱吗？别写了啊！写吧，写完了，20个字，给钱，8000吗？不是，你写的什么玩意儿？你不说的吗？你没看吗？找出20个字，奖励8000元吗？对呀，我说20个字吗？
那你写这个24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就纳闷了，你搁那嘎达你呀？我照你这写的吗？你不说20个字儿？招畜，招畜，大姐招畜。你是不是耍臭无赖呀？谁插臭无赖了？招畜20个字儿，不对，别慌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给我姐打电话。去，我摇人。你那谁管你摇不摇呢？喂，姐呀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那个四平山门这呢，你来一下，我让一个骗子给骗了。啊，行行行，那我等你啊，你等着啊。我等了就等了呗，这家伙似的。等我姐马上就来。行，你来呗。啥情况，哥们儿？就这个，就他们说找出20个字，奖励8000元。你看，写出来了，耍无赖了。不是，大姐。他说写书，你不用给我解释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啊，笔拿来，我写了。给你，能写是就你那花心姑娘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啊。我给你把子来，把把子来，蹭过来。我给你蹭来。哎，对，你得蹭干净了啊。快点写。哎，哎呀妈，看着啊。我天。看没看着？去，能对吗？啥叫能对呢？必须对。完事，虽然写的有点歪歪扭扭啊，但你看一眼啊，看看是不是20个字？来查查来，4个啊。等会儿啊。8个，3×4=12，啊，4×5=20，正好。行吧，给钱吧，8000。这你老妹儿打的，不是你打的，你别管谁打的。哎，我给你答上来了，你别墨迹那些没有用的啊。拿钱，快那啥，我看看啊，8000块，800，就当8000了，行不？你跟我闹戏呢啊？没有钱是不是？啊，行，老妹儿拿一把，抓他，正好这家种地需要福利，你来。行，人家干活去，你别，人家走，别的，别的，哎呀，走。